想，执行长对。对球队的一些照顾，我想，大家也听到很多，球员也讲很多。那我，对不起，我比较有印象的，就是他以前常跟我讲说，哎，郑明，他说要跟球员，常常要我跟球员提醒说，不要光会打球，也要读一点书。他说，玉龙有这么大的企业。将来他们退休，他也好帮他们安排一些工作，这样。因为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，就像这两天，当在电商场，就是有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，还是不能相信。